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是2022年的这个7月26号的这个晚上的这个时候啊，那么欢迎回到《韭菜人生》。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啊。所以人家讲说，留在马来西亚呢，留在大马呢是没有前途了啊。另外一个钱啊，这个钱啊，真的是没有前途啊。那么现在每一个大马人呢，我们手中、我们钱包的里面的那个马币呢，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缩水，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变小。那么在今天呢，那个最新的数据呢，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那个马币对美元呢，已经跌到呢这5年来的新低点。OK，就是退回2017年那一次跌到最低的时候，那么现在呢，跌穿了啊。那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跟隔壁咯，对隔壁的那个新加坡啊，新加坡 dollar 呢，新元呢是创下历史新低，就是1965年呢新马分家之后呢，从来没有跌过这么低，那么现在已经创造历史新低了。所以我们的钱这样子一直小下去呢，也不是办法哦。那么这些政客呢？这些政府呢？到底在搞什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他难道没有做任何东西去阻止我们的钱变小吗？没有啊，不需要啊。他们呢还在天天跟人家拿钱哦。而且是人家跟你讲呢，人家自愿给的啊，不是他不，你不能讲他们拿，是你们要给的啊，你们自愿把钱拿给他的，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那个政治现金的那个 case 呢？今天那个雪球越滚越大，滚到惊天动地。其实我跟你讲，不用什么，凡是政客呢都有啦，都是蛇鼠一窝啦。他那一个派系出来的，他那个人的弟子的，那他整个派系呢，通通都有的啊。然后后面的时候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那个政治现金啊。前面的时候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马币。要谈一谈大马会不会破产啊？所以现在每天睡觉醒来呢，我们只要知道一样东西一直在变小，那就是我们的钱包里面的这个马币呢，它一直在变小，一天比一天更小。不管你要看兑美元还是兑新元呢，都是最小。所以兑美元呢，现在是5年来最低的一次了。兑新元呢，是历史新低，有史以来最低的。哎 所以已经刚才一度呢是3.23啊。就是那个新加坡的钱呢，你看可以换了3.23啊，1块钱可以换成3.23啊，所以真的在新加坡做工的人呢就好了。那么还在大马做工的人呢，真的是没有前途，完全没有前途了啊。所以那个目前对美元呢是处在4.46的那个阶段啊，4.46呢估计也不会守太久了。他没有还没有说完成到4.46，他会一段时间，可能接下来4.47到4.48咯，他一直这样跌下去没有办法咯。他那个兑新元呢，3.23这样子啦，3.22、3.23啦。那么今天马币呢跌，主要是那个，因为马币呢已经跌到那个 ceiling 那个 bottom 了那个底部了，因为它每现在每天这样子跌呢，每天都是创造历史新低，都是历史新低的啊。那个对新加坡钱呢，都是历史新低，就是看可以低到多低罢了。所以那个两国分家之后呢，那个实力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人民方面呢，看空哦，还是看空马币哦。那3.22的时候人家不换哦，之前有一段时间人家看那个马币跌的那么多，人家就换了，这时候。哎呦，亏大本呐！那时候那是3块1的亏大本呐。现在人家宁愿看空认为呢它会继续跌。3.22换呢有点亏本了，不能等3.24、25、26、28，3.3块3才换所以马币呢还是被严重看空，它会因为你没有任何东西呢，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呢看得出来呢马币会涨掉。我们那个国家银行呢？那天他的总裁讲了，关于那个老马呢，那个老马当然出炉啦，老马又讲挂钩啦，他说林北一辈子做最厉害的事情就是老马，老马一辈子最伟大、最厉害、最大的成就，就是那时候呢把马币跟美元挂钩。那么现在国家银行的总裁讲不可以，风险非常非常的大，
大马呢冒不起这个风险，它完全不可以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呢，大马必死无疑，肯定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了，你一旦挂钩呢，你就是等于美金啊，就是总之美国升息呢，现在美国还会再升息，知道吗？0.75，我再升1%，你就要3%了，就是你的利息你就必须跟美国一样，那美国跟你。美国有一天跟你 K 笑，跟你直接涨到2%出来，你大马也要立刻涨2%哦，涨2%啊！我跟你讲完了啊，完了，然后说后果不堪设想，我也讲不下去了啊，我讲不下去了。那个槟城大桥下面要准备很多那个船要在下面等了啊，就是早上一个嘣啊，中午一个嘣啊，傍晚一个嘣，晚上又嘣一个，半夜又嘣一个啊，一下子起2%的话，所以不能够跟那个美元挂钩了，所以宁愿给它跌了，所以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是国家银行呢总裁呢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决定，因为美国升息，大马要升息吗？升息了，大家变成大桥了，嘣一直嘣了，一直嘣下去了，没有办法了，没办法救了。因为那个你供不起啊，那个利息一下子起这么高呢，那个银行的贷款就你知道要加多少钱嘛啊，吓死人了。OK，那么，因为那个斯里兰卡呢，前车之鉴嘛，斯里兰卡的破产呢，人家就把大马呢拿来比喻，会不会成为是一个下一个斯里兰卡？当然不会啦，路还很远。但是呢，我一句话讲，大马正在走向这条路，他现在是在走向这条路啊，还没有。还很远啊，但是正在往这个破产的路方向走着。我做一个比喻啦，一个男人呢，我们讲马来西亚会不会破产嘛？没有这样快的，因为你要很多条件嘛，有一个条件齐全之后才会嘛。大马正在一个条件，正在去做那些条件，正在符合当中，还没有啦，还有一段很长时间啦。所以我们讲一个男人呢会破产呢，他也是要很多个条件吗？男人会破产呢，无非这几个原因哦。第一，赌哦，他去赌了，人家就可以赌他几时破产不了。接阿龙呢，接阿龙也是准备破产咯。然后再来呢，就娶一个老婆叫 Los Ma 咯，娶 Los Ma 做老婆也是差不多要准备破产咯。不然呢，就娶了小三，娶了小四，那还不要紧哦，小三生两个，小四生两个，那也是准备要破产咯。不然就做生意。被人骗咯，不然就遇到诈骗集团咯，不然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总之，你每一个条件呢，你去符合之后呢，你才会破产嘛，所以大马要破产呢，也是需要很多个条件。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就是要一个条件呢，大马渐渐的走上那条路所以破产没有这样快啦正在走向破产的路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的。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那个太过刺激的。政治现金的事情了哈，大家不要太过担心的。政治现金是在干嘛呢？它不是犯法的东西，它没有犯法的。所以你看，媒体呢头条头版讲现在你自己看一下，自己看，我不念了啦。这个报纸已经登了，大家自己买报纸来看了昨晚就中国道呢，已经他已经人头像全部有了，大家自己看我不讲了，不念了像那些华人比较麻烦了，其他那些不会了OK，大家自己看报纸已经登了，都哪都有哪，就全部都有哪全部那个名单出来，所以那个阿玛扎黑要玩真的玩这么大，这次真的一窝拽啊！OK，那么政治现金的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讲起来说来话长啊，实际上是人家自愿给他的嘛，自愿给他，但是这当中有几个呢，整天跟人家讲呢，打倒贪腐啊，你看那些盗贼啊，抢了国家的钱啊，吞了人民的钱他天天在台上这样讲呢，人家给他130万，嘿嘿，收了，等下那个。哇，这个国家贪污到很厉害呀！我们改变这个国家，我们要挽救这个国家人家给他260万可以收了。哎呀，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了那么在很多国家呢，政治现金呢是必须公开的。好像你这间公司，你给了老马呢260万呢，你必须公开呀，还要登报纸，还要光明正大给呀。
那很多国家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不会变成是一种呢很难看的东西嘛。所以在大马就是这样子咯，所以是你现在明白咯，什么工作最好做咯？你做警察呢，你跟人家拿钱呢，哎，会被开除啊。然后那个反贪，阿张巴可以看到，阿张巴可以来就把你开除掉了，跟你讲啊，不是开玩笑啊，那个警察都不可以拿这样多钱啊。但是呢，有一个职业呢可以拿，就是做政客咯。所以改天你的子女、你的孩子讲说，哎呦，婆婆啊，公公啊，我要做政客啊，哎，你不用阻止他啊，哎，爹地妈咪呀、啊，我长大我要做政客，哎，我觉得你不用阻止他了啊，他这种职业呢，他除了可以白白跟人家要钱呢，人家白白会把钱送给他，政治现金家，人家白白会把钱送给他，你看那个780万，白白的780万给你，给的，他们给的啊。他们给的不是我收，我没有收，我都不收，是他们给的吗？是哪里有错？好了，那么其实这样子我们就看出来了哎呀，你们都是收钱的吗？你也是收吗？你也是拿吗？你也是收吗？所以你就不要再讲那种什么致命清高的东西咯。收了你然后交代那个钱怎么样了？收了之后呢？哎，我的损失呢？B40消失到完，B40被清零哪来一个子啦？人家给你780万，我的损区里面呢，你看不到一个 B40 被我清零，哎，这样子也不错当然可以收啦是不是？不然你的这个780万呐、260万呐、130万呐，你到底拿去哪里呀？拿来做什么你又没有交代哦不像外国这样子呢，是有交代的哦所以呢。谁都明白了咯这些政客的真面目就是这样子咯，所以你不用太崇拜他们，不用太什么的不相信，很简单的，你跟我拿一个 million，你现在去找那些政客，你想说政治现金100万给你你看他收不收他讲我没有收是你自己给我的是你给我的，我没有收你应该会得到这样的答复，知道吗？所以呢。随着马币变到越来越小呢，大马的那个危机呢，真的才一步一步的开始。那个 cancer 呢，也没有这样快死的。cancer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大马呢最多就是第一期的 cancer 罢了距离破产我们讲第四期嘛，无药可救嘛大概走到第一期到第二期中间然后这些人呢一直拿这个钱呢去给这些政客呢，那么这个呢终究会造成这个国家呢。非常非常的颓废，这个风气非常的坏，非常的糟糕。所以呢，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是谁啊？为什么通通东西要涨价，通通东西要起价你以为这些老板呢傻的？以为这些老板笨的780万就给260万就给130万就给跟你收回来了我卖给你的东西，我起价起回来了，然后我给他260万你以为这些老板笨所以大马的通货膨胀呢，压制不下去的每一个老板都很聪明的，我东西涨价喽涨价一下我可以给他们政治现金吗？是不是？所以到时候谁被割韭菜那些会给政治现金的老板呢，都是聪明的啦，哪里会被割韭菜，对不对？好了，那么这期韭菜人生呢，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那么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我们下回见。